崔仲勋应讯向被害人道歉 ，JYP 四年前暗指歌手混夜店。郑俊英偷拍案老司机成员接连接受调查，崔仲勋除了酒驾吃案事件之外，更爆出有样学样偷拍营造广传好友群。경찰조사성실히잘받겠습니다일단사회적으로무리를일으켜서죄송합니다성실조사잘받겠습니다성관계동영상유포혐의인정하십니까죄송합니다음주운전보도막으려고경찰에청탁한거인정하십니까아닙니다유인석씨에게직접부탁하셨습니까아닙니다생일축하메시지보낸경찰누굽니까잘모르겠습니니다왜유인석씨에게부탁하셨어요피해자들에게하실말씀없으십니까죄송합니다南韩报道指，花钱帮崔仲勋乔氏由警方高层当靠山的朴安欣老公刘仁硕，原先表示不认识警察总警，十五日侦讯时也改口供出总警高层 A。大人，我不敢说真话了。接连丑闻让不少人震着，人设可演完全真实呈现。幸好咱们子瑜的公司对偶像们的教育是很扎实的。网友翻出 JYP 曾在节目中跟还是练习生的 TWICE 传授公司三大真言。잘된사람많아왜재능이타고난사람들이있어술먹고맨날취해가지고클럽다니고담배피고이런데노래는또너무잘해근데문제가뭔지알아오래못가짧게보면이거하고안하고크게차이안나길게보면차이나그래서실력이뛰어난게중요한게아니라성실하게살아가는그마음이중요한거야자세가이세가지를갖춘사람을찾다보니까JYP 에서가수찾는게굉장히힘들어